报告新闻，把这个最后一题看看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有没有机会是楼上的哦，被他看到。얌전하시네요我想啊台湾的粉丝们非常的我说是应该是坚持温暖温暖好像我有同学们疼哇这个就很长哦快放回去다시넣으세요非常多好这位是李怡晨李怡晨谢谢你带给我们一部又一部的好作品你对剧本作品的要求都让我觉得你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演员很高兴你能够来台湾与我们见面挂号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的见面会挂号作为你的粉丝会的一员想跟你许的愿望是希望可以赶快再看到你精彩的作品同时他也附上了他 LINE 的账号他说这个主持人主持人这个参与者말씀하시는데그거없대요라인주소없대요죄송합니다이층에在哪里啊在楼在楼上吗我是这一层세요그런가봐요好像是손으시는분就是刚才这个举着手的那一位是吗哪一位哪一位旁边的人帮我们举指一下就那一位站起来这位吗哇你也真的做到已经靠了墙壁了耶你这么 lucky 这个地补上来的来镜头给他哇因为这个是 pass 过后的那一张，而且他拿特别久。S 号的当部分，请他跟他呼应一下。对的，얘기좀해보시거든요너무반갑고요真的很谢谢你，很高兴见到你。신중하게하되너무늦지않게좋은작품으로인사드릴게요걱정하지마세요我会很慎重的考虑我的作品，可是不会让大家等太久，我会很快就跟大家见面。아저씨사랑해요신나지만나이가어떻게되세요不好意思你的年纪你贵庚你太乖你几岁你用手比给我们看低一点低一点四十二四十二那还蛮大的等一下等一下 42 24岁的不是四十二十四岁的话我爸让我很尴尬他应该你可以叫我不要叫大叔应该叫我欧巴可以吗老师你站的位置一直挡住他抱歉啊这个怎么说是你的请坐请坐请坐我有些解释一下解释一下这个说是你的팬분들이시선맞는다고앉으라고对这个给你就是你的纪念品啊希望你永远记住还有一面这个带回去慢慢的欣赏阅读好那么